我后怕的女友，也是我的网恋女友去香港。不是你跟我玩真的是不纳闷？要不然你以为呢？不，你忘了曾经我们的誓言了吗？我会一直很爱很爱你的，宝宝。哎，你快点起来吧，以后我相亲对象就来了，你可别耽误相亲啊！我操！哎，你狠啊，你给我等着啊！ 哎，老五，这面这桌，哎，这把给力呀，不用交，直接过去了。不是，这啥情况啊？我操，玩真的啊？玩真的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还玩真的啊？哥们儿，我这边有点事儿。啥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喜欢一个女孩10年了。我记得呀。那个人是你呀？我操！可是老五，咱俩是发小。我知道是发小啊。 那个照片，他也不是我特意安排赵叔这次的相亲。不，哎呦，哥们儿，你误会了。咋的了？你记得我交给你的任务了吗？记得。追帮你追一个女孩吗？对呀，这女孩就是她。啊？不理我是吧？看看，我开门了啊！杀！不给我这啥意思啊？你自己没有手啊？我这该死的胜负欲。 我不行，行了，吃饱了赶紧走吧。我还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俩是小孩啊？第一，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影响咱仨的关系。第二，你别总用我这点事儿老找我爸去。知道了。听着没？别找他爸去。那咋的？没有你的事儿啊？不还有我啥事啊？第三，你俩都放弃吧。哦，那不好使。